第一个我先帮裤子换个颜色哦，觉得那颜色不好看，把条亮一点点，然后中间黑色留着刚好当那个皮带就行了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在上方，在头上方哦，再形成空白图层，这是要画手的。手的话就角度转一下，往上拉上来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不用急着把手指头那些画出来，因为等一下爱心会有不同的角度出来。手在画的时候，尽量两边看起来是一样粗的就行了，尽量。再弯弯的没关系啊，再来啊。手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先新增空白图层，要画爱心出来。爱心的话，我们用钢笔工具画吧，让它完整一点。钢笔点一下，拉一下，再拉过来，然后尾端点一下，让屁股翘起来。然后尽量调开那点，按住 Ctrl 键，利用小白去微调一下。OK 之后 ，Ctrl Enter 路径转选取，然后配上一个亮一点的颜色 ，Auto Delete 键虚线关掉 ，Ctrl D， 然后现在有点不搭，没关系，就先留着，爱心把它画进来。好，